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，所有的环节他全部要记住，舞台上所有的东西他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每张专辑或者每一首歌他不停地在改变自己。唱跳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。靠什么来看自己生命的长度？就是你做了多少事情。这个镜头很珍贵啊，这个镜头最早的时候20块钱唱一唱，心里想这么做然后你就这么做了，想好了你现在愿意娶我的话你就上来，所以那个心里是他。哎，赶紧走开，那个区域给我看看。做艺人其实远远要比我们想的不容易，大众给了他那些光环，所以说他必须要努力。我们再次给亮颖掌声好吗？让他加油。人活着就得往前，你就得不断的改变。我还活着，只要他心里认定了他都会做，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灵魂，是一个很实体的偶像。感谢我周围的朋友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